他明天就要离开我们，硬是把你给爬上去，我呢，加油！你在陪爸爸睡觉哦。谢谢你呢，当我们的孩子。今天要来清点我们家里的四只猫，首先是这一只，怎么可以这么的悠哉呢？我们待会再来找它玩。我们先上去最早去打扰它的那一只。阿金，你好吗？好可爱哟，阿金。可能是天气变化，它最近就是口水流得满口嘛。阿金，你不要塞橡杯嘛。因为很多人会关心说阿金吗？但他需要的是好好的休养，然后二楼又是我们的重灾区，各种病毒细菌在那边，所以不适合阿金。那里又多猫，会有压力。阿金是我们家最亲的一位猫咪，他曾经是最凶的，但目前来讲，他是最温柔柔顺的，不会反抗的唯一一只。大家都很关心你哦，谢谢大家。但是我们还是以猫咪的健康为第一优先考量，好，所以我们都比较少打扰他。猫咪哈，你只要愿意给它关爱的话，它就可以有它的好生活。阿金，好好休息哦，好好休息。整个手都是它的那个，好可爱哟，阿金。好，帮你擦擦，水让它好好静养啊。可以的吗？每只猫都是需要人爱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，阿金？我刚换了新口罩，所以不用怕细菌。我上来前就想到了这一幕了。他一个月要花费20000多，光是养这一只猫。阿金，你很棒哦，你真的很棒。宝宝也跟你一样身体不好，我们来比谁最常病好不好？加油！谢谢你呢，当我们的孩子。阿金加油，我每天都在看着你哦。好，等我一下，你不要急，你不要急。Hello， 黑妞，黑妞你好棒，你在陪爸爸睡觉哦，你心里想着那里有一个爸爸，你就在陪他睡，对不对？我就知道你离不开我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很好，很好，继续睡，继续睡。欧仁，你怎么睡在这边？你怎么变成黑妞了？人家黑妞反而大啦啦的，你怎么躲在这边？我们刚刚见到了阿金、黑妞、欧仁，加油！接下来最吵的那一位。阿布，等一下，就算你想出去，你也要先跟我那个温馨一下。来，上来。好，上来。对，亲亲啊，不要亲好了，不要亲好了，我口罩可能有阿金的口水，别亲。好，阿布，你看我，抓这个好有快感了、哦，好可爱哟、哦，你怎么可爱？不错，暂时还是可以摸的，长大就不一定了。好，过来，还是一样爱倒下，他倒下一定是因为他脚底神经有某一方面的问题。好，没有，对不起，我在乱讲话。我们做影片就是希望更多人看到，不是要让他们看到猫咪多可爱，我们陈述的都是猫咪有多凶，有多惨，但是经过照顾之后，跟我是长得很像，一样的萌。对，亲我眼睛，不要亲我口罩，不要亲我口罩。好，来，好了，一下就好。啊，你昨天又跑到船了，腿型问题，跳不高，有可能。O 型犬，很可爱。阿布，走一走就好。会有，谁说他跳跃力不好的，站出来。对，他直接硬是把你给爬上去。露，又看着，好像那个樱木花道一样，有没有？这个就是我们的第四只猫咪。我们去帮咪咪剪指甲，因为他明天就要离开我们去新主人家了。甜蜜蜜。